我觉得说那么多商业价值，你接着变吧，要不然我告诉你，我这灯咔咔的就灭了，因为我觉得好奇怪。你有什么奇怪的？你就展示吧，你要是弄明白了就有商业价值了，要不然就是过度销售。我刚才听他说，我觉得你过度销售就是销售那个套路一下子就出来了，什么又五位数又几位数的，你变吧。这样吧，你不是今天带来了好多魔术吗？对，没错。接下来咱们再来变一个吧。可以啊，但我还是想请一位观众进去见证，他作为现场所有观众的见证人，好不好？因为挑观众我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挑的，一般像这种主动举手的都不能请。谁主动举手？就那边那个主动举手的真的不能请。他们是砸场子的是吗？对，他会影响大家对于魔术的观感。刚才第一个问我问就是杨龙老师，所以我可以有这个荣幸请杨龙老师上来和我一起完成接下来的表演。没问题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杨龙。杨龙最喜欢的，我今天呢为您带来了两样东西，这是两张红色的礼物纸，我麻烦您能随便选一张吗？来，都可以啊。离我近一点。啊，可以，都没问题哈。左手拿好红色的礼物纸，左手，右手张开，和大家挥舞一下，大家给他点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接下来和我一起做，沿着红纸正中心把它对半撕开。哎，太棒了哈！慢慢的把碎片合在一起，横着拿。好，再次沿中心撕开。那不用折一下啊。这是一个完美主义者。看我们蓉儿多细致啊！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折一下，我们把碎片撕得跟狗啃的似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正面，给大家看一下反面，慢慢把它碎片合在一起，码码齐。我也码不齐。蓉儿真的码齐。这个因为你撕的。对，我来帮你码齐吧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哎，您平常用写字用啊？用左手还是右手啊？右手。哦，右手伸直，啊，伸直，对，把碎片握住。好，变魔术呢，用到魔术手势，麻烦您和我一起做啊。好。来，吹口气。好，比个爱心。各位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神奇的事情已经发生了。我和这位老板一起完成了碎片，慢慢的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变成了什么呢？变成了一颗象征着美好寓意的爱心，我们给他点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！再吹口气，然后把爪爪放下来，三二一，来，左手拿好这颗大的爱心，右手拿好这颗大的爱心啊！事实上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这么多朋友在这里啊，我们需要一些额外的魔力送给所有镜头前的朋友们，好不好？我们拿一颗小爱心吧。好，然后你只要保持好看就行了。我希望大家都在心里面许一个愿望，好不好？对于今年的期待吧。再瘦十斤。来，这个稍微不要超出我们表演预算就行。好吧。这个魔术是送给所有人的，祝愿各位在2021年啊，疫情影响的当下，都能够否极泰来，勇往直前，心想事成，美梦成真。掌声送给你们自己，也送给他，谢谢。啊，不错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哦，不错不错，真的很好，真的。这个不错。故事性很完整。你们看到过同样的吗？ 对，也看到过，但是至少他这个的表演要比第一个要表演的特别好。他，我觉得他搞气氛还是要再好好搞一搞，就他不能端着，他要跟观众之间的那个距离感要缩短。他要距离。哎呀，你们太吹毛求疵了。